桃园市还有新竹地区，从三月一号开始实施自来水的第一阶段限水，而苗栗、台中、嘉义跟台南地区，从二月二十三日起，水情的灯号由现在的正常的蓝灯转为水情稍减的绿灯。台湾呢、啊，因为降雨偏少，也要实施这个阶段性的限水哦。这都是呢，我们很担心啊。过去一直一直在呼吁的，我们要惜水如金，真正的要节省用水。可是。我们都是呢，把它浪费掉啊！这现在没有水，如何处理呢？哦，就是仰赖的制造人造雨，那是功效真的那么好吗？也很担心耶。这都是让大自然的调和呢，比什么都重要。再远一点的看呢，巴西干旱呢非常的严重啊，已经呢首都也开始呢在呼唤的要停水，轮流停水啦，已经影响到民生，何况呢在穷人的农作呢已经早就无法耕种。Se não houver essa recarga natural ou algum tipo de recarga artificial, que é o caso do São Francisco, a cidade deverá entrar em colapso no máximo no meio do ano. The water is salty and the animals can't drink it. I buy water and mix it in. Without this, we would have to leave. 真的。都非常令人担心的一件事啊，在台湾是一个很大的海岛啦，说大也不大啦，那可是呢，我们呢要赶快提醒觉悟啊，这环保问题、水资源问题，我们真正的要。好好的珍惜，尤其是现在啊，这禽流感，大家都很担心啊，是因为这一波的禽流感，所以才说禁毒，担心呢，也是扑杀了不少的禽哦，真正也是很不忍啊、哦。那所以这种人心不调，总是呢只为自己唱一时之快乐，满足口欲，但是会造成了呢很大的一来污染，再来呢病菌的传染，这都是从大地与人类啦。都没有好处啊，何况大自然的生活呢是健康之道啊，我们破坏掉了健康之道，就是已经呢惹成了这样的天地之间四大不调的后患啊，那还不觉醒。也看到了这水患啊，被加州呢几天前的大雨，政府也呼唤了啊，挨家挨户去敲门呐、啊，要大家呢赶快撤离。可是呢，人呢也是以为呢没事，所以呢这种撤离的不积极。现在也已经呢陷入了
紧急的情况哦，那真正是天下这种四大不调哦，也是看到菲律宾呢有一个很古老的原住民的地方，也是被人类破坏呀。这个地方呢，有一群还是生活在原始的生活里，他们很苦，那很缺乏物资，所以慈济人呢、啊，也到达这样很古老的一个原住民的这种区域里去哈、哦，啊，也跟他们说哈、哦，那你们不要担心，我们还会再回来。Marami namang mga grupo na pumupunta din dito for ano lang, yung kumbaga pipicture tapos ipipresent. Pero totally hindi talaga sa kanila yung project. Kaya medyo nag-alanganin kami doon. Early in the morning, nag-inform kayo na pupunta kayo dito sa amin. Then we are very excited to see, makita kayo. Then sinabihan ko na yung mga tao na mag-prepare sila. Adi, taga-Sochi Foundation, so damong salamat kay inin nabubuligan kami ang among mga estudyante, so may danamahe susupply haira. Kantao la, sa Cici, sa ka tuan ti na, so yi cheng no, so yi, tamen zhen de hen gan dong, ye biao da chu la, gan en.慈济呢，能这样的所成哦，实在是也很令人感动呐、啊！哇，其实还有很多感人的事情啊。昨天呢、啊、是营养师节哦，我们医院里啊都有在庆祝。其实呢，我们都要很感恩呐、啊，在医院里。我们的餐食也是素食啊，那病患呢吃的也是素啊，要顾及到大家呢健康营养都是很用心。过宴的营养师也是呢，都是利用这样的节日哈、哦，他们也做营养品啊，来募爱心啊。为天下苦难人而付出，台中也一样哈、哦。那这个怎么来了？营养师从人力很少，一直到了啊一群呢30多位的营养师哈、哦，拢是很敬谢的营养师啊。所以呢，他们呢、啊、也是有畸形的感恩的。这个感恩会啦，哈，那台北是这样，台中这样，花莲也是同样的，哈，都是用种种的方式，所以啊，这种彼此感恩、互相的敬爱，哈，那感恩、尊重、以爱，这都是在慈济人文呐、啊、所能看到的、表现的，都是爱，哈。那又看到了医疗的成果啊，有一位有了这样神经瘤的来到我们的医院呐、啊，总是呢我们的医师妙手妙法妙人医在疼痛科里呢的杨耀林医师，他就把他呢药物以手术等等呢、啊、就。让他减除掉了那样的疼痛、哦、那圆满他呢能上台圆他的舞蹈的梦想。这看着呢人生啊苦啊苦的心智里还没有减少他的梦想，那美梦也成真啊，只要呢有心愿意付出，那这
人间苦难可以消除掉、哦、那完成了他的心愿。所以心愿呢，不要以为他自己已经没希望啊，只要你不要打消你的志愿啊，我想应该呢美梦也会成真、哦、那许许多多的困难都可以解决、啊、看到了巴西呢东北部那样的干旱，听到了我们台湾的也要限水，所以呢也是回归回来，还是我们呢人人不是做不到的，只要立志要做，共同呢这个节水、哦、那我们大家可以呢共度难关、啊、只要大家多用心啦、啊。